商品选择。从头到脚的肌肤保养是不少人每天的例行公事，但是哦，私密处的保养也非常重要。艺人王宇杰跟郭彦均一同出席活动，为产品代言哦。而且因为私密处的清洁除了要干净无异味，现在还进阶到保养，而这不光是女生的课题哦，男性也得注意。这王宇杰也化身私密处女王，现场分享心得，也提倡保养重要。